还以为是天下雨了，然后突然间他就就是跟那下暴雨的声音，然后底下看了一下，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水管漏了，结果竟然是粪池，天哪，太可怕，就很震惊，竟然发生在了我们身上，意料之外，有点发愤图强。东北白蚁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学生就是说用水太多吧，底下可能没有清理干净，造成前面的粪池堵了，这个水就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，最后造成发粪池就是漫出来了。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应急处理，疏散学生，大概周围这花了一个多小时。以前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？这种应急事情很少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售票，然后总之呢，不让这个信在这个结冰到这个路面上影响行李过路车辆。开头的人一见又没得，上好之后时间一长，这就习惯了。总之的这个发量的点。这个事实上肯定要被成真现实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过的凭什么我不火车？这个礼拜就要试试，不是我们都有退休的，这个我担任的会退休的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恭喜楚德宇喜提张宁幸福久久。楚德宇，我妹在家乐观开朗，若回娘家两泪汪汪，身上带伤，仨哥四姐定将你腰腿打折。这标语太狠了，越来越搞笑，活跃气氛嘛。嗯，人家摄影师那个刚开始那伴娘团没整那些东西，完那摄影师那个不行的，你这娱乐节目太少了。当时挂的时候新郎官知道吗？之前就是做完好横幅就跟他说了一声有横幅都没事儿。啊，新郎官有啥想法？没啥想法，就是告诉对他妹好点。我要问张宁，张宁问他一下子，就不能有啥想法，这是为了娱乐，不是为了那个事。嗯，对，没啥。没啥，我是觉得他亲家也挺开心的，都挺那什么，都挺心疼的，不能有啥想法。就是特别熟了，特别那什么，那跟姑爷就跟自己家儿子似的，就没什么感觉。挺喜庆的吧？嗯，增加点那个啥，就是色彩。以后我孙子时候，比这还得搞得热闹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我听到没得一分钟了，我说走好了，我们知道的话买这个马车没得分钟了嘛。看到对面马上红绿灯了嘛，马上红绿灯嘛，我过去不到二十秒时间我也过来了。我是在执行嘛，我是执行嘛，不是右转弯嘛，右转弯我可以停。
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20年了，这地方有五种品种吧，纯鸡蛋的、芝麻的、原味的，这个头有精究。你像咱们这个一般的来说，是用的这个就是，白面头，用那个其他它炒出来以后，那个炒的那个什么就质量就打就不行了，因为这个头一个它是经过高温了，第二来说，为啥我跟你说你要用这个胚面头，用这个胚面头。你炒下的草鸡吃成以后就不会有这个什么那个残忍了，就那意思。小量还是可以的，小量一年就要消几万斤，打药我们一个一年下来就赚个十来万块钱左右吧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